看一下，帮粉丝朋友弄了一个12 Pro Max 港版的机子，现在苹果15出了，然后就很多自换下来的港版机子，然后相比国行的话，香港那边维修机会比较少，如果说有维修的话，就也特别容易看出来。你像国行的话，就是大家使用摔了后玻璃或者前面摔了，去修的话，有些技术好的修起来是比较完美的，很难看出来，就是说小白的话是看不出来。然后像这个机子的话，就是有气密的，尾插螺丝也没有动过的。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尾插螺丝。现在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尾插螺丝，用手机拍照一下，然后我们直接在照片里看。现在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尾插螺丝，中间是脏东西，一圈是脏东西，然后这里也没有拧的痕迹，放大后很明显的就是没有拧过的。如果你换新的螺丝，它就是。这里是干净的，中间也是干净的。然后像这个机子的话，就是没有拆过的，我们去测好功能，然后测了有气密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发货了。